有很多粉丝说想他和主持人郭敏两个人只能参加论坛干什么和支教。由于流径有限，我找了这样一台快速车，今天故意把它照下来，只为给大家重新支教教学视频。像现在这个情况，后轮已经完全平衡了，而且光板也跑在马路边上了，正常往前面开肯定是还不上去了。一般遇到这种情况，我们只能找吊车过来吊了，但是这个路又窄，吊车也进不来，那该怎么办呢？关注我，看我怎么把它搞上来。我们只需要拿轻一点，把这里顶起来，然后用石头垫好就可以了。但是顶的时候一定摸一下你这个硬的地方。现在我们砖头已经定是那么高了，车轮子也差不多超过路面了，我再继续顶高，那边那个砖头呢会往里面斜，然后车子就会慢慢的往里面进来。经过我们左右两边辅道的点，现在车子也顶进来了，然后也轮胎也脱离了路面，我们往前面一推，它就可以上来了。好，现在我把它搞上去。二一，成功！哇 ！OK。不过今天下的特别大，搞得我全身都打湿了。好，谢谢大家的观看。